经市委研究，梅小歌同志提名为县长候选人。今天我应该有一番豪言壮语，但是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敢讲。他呢不按常理出牌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你带着这些人来拆你救命恩人的房子，这县城里哪家哪户没吃过我们家油？刚刚这才是拆迁，后面麻烦呀，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。县委大院里上下辛苦干了一年的绩效工资，要我？县委书记又没让我干，谁管着这个县？谁拿工资谁负责？有一天啊，咱们老了，我们可以跟自己说，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才够好。跟中国的老百姓啊，是最好的老百姓。全国上千个县，那么多干部，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，那就不容易了。